这次自由行的目的地是跨越贵州省和云南省的北盘江第一桥，也是世界最高的桥梁。从贵阳搭乘火车3小时20分到达六盘水。第二天包计程车上瑞航高速公路经都阁收费站，约1小时抵达北盘江第一桥。中国境内共有6条北盘江大桥都有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经过。中国梁都北盘江是避暑胜地，今天天气晴朗，蓝天白云，阳光普照，气温摄氏26度，太阳很烈，但感觉还很凉快，是适合旅游的好天气。这是远眺北盘江第一桥，大桥跨越云贵两省交界的北盘江大峡谷，大峡全长1341.4米，桥面到谷底垂直高度566米，相当于200层楼高。这是世界最高的桥梁，于2016年12月29日通车。是那个美名耶，传呀传四方。